这出，咱要来这整，哦，这个部分，我顺便弄过去，然后这个杂草，暂时先除异一下。这是杂草，是你讲什么菊啊？嘿，好，然后我们哦，应该是这个距离之后先放着。但那伫遮咧，应该是伫遮较水。好，遮个，来，我们就，哦，这我看这土，这哦，种土赞，种土加赞，这种土很好。你看，直接就这样拖进去了。好，挖起来，哦，水，哦，真要专业白。这专业，好。然后，这个就要顺这个纹路，哦，规座台嘞，多八点八点，哎呀，这个是人心水八点，人主人轻松，好。来，咱回馈一下，来，多我做这个土砖送你，敢要？哦。啊，做我搞一个布落安尼啊，哎呀，搞布落，我这邻居送的，哦，布落，哦，真正赞。哦，这肥料的土，哦，可以当买，来哦，熬团哦，好，然后这个，我们大概用手这样把它划过去，啊，这我一高生啊团，安尼做几条轨的，哦，它是安尼根这样过去的，这注意较袂起凹着，较袂折着，哦，瞬间埋进去。然后这边也是够砍的，然后这个部分过来，来，然后这么搁个台落，这样，好，它会根会自己进去，好，来，安尼，好，应该可以了。